我来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积分。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把 s e c o n d x 的积分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。s e c o n d x 的积分的话呢，很多同学的话呢，都是直接写答案的。s e c o n d x 的积分是 n a t u r e l o g s e c o n d x 加上 tangent x。这个看起来还蛮复杂的。 那么我们的话呢，验证一下它的答案好了。Second 的积分是这个，那么也就是右边的微分是等于 Second x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Natural log Second x 加上 Tangent x。我们的话呢，来做一个微分，是等于什么呢？我们是顺便复习一下连锁率。 Natural log 这个里面的话呢是一个函数，所以我们是分之一里面的分之一，再乘上这个的微分，这叫做连锁率。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second 的微分是什么呢？second 的微分是 second x。 乘上 tangent x，那么 tangent 的微分呢是 s e c o n d 的平方 x。好，各位同学请看这一个，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，提出什么呢？提出的是 s e c o n d x，提出一个，那么这边就剩下来了加 second, tangent 加 s e c o n d tangent 加 s e c o n d 就可以抵消了。 于是我们这边的答案就是 second x。我们验证了这个答案的话呢，确实的话呢就是这个 n a t u r e l log second x 加 tangent x。问题来了，各位同学知道这个答案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这个的话的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回溯到十七世纪，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，曾经当牛顿的老师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继续往下看。 我们介绍一下 Barrow，来 Barrow 出来。Barrow 的话呢是17世纪的数学家，他曾经做过牛顿的老师。那他做的这个题目有一个非常有技巧性的一个解法。那么我们来开始的话呢，学习 Barrow 的做法。来，我们看一看做法。Second x 的话呢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把 Second x 改成它的导数。 Second，我们是不熟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cosine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因为 second 跟 cosine 是一个导数关系。然后我们继续做下去，下面的技巧是这样的，它上下同乘了一个 cosine x，那么有什么好处呢？同学可以继续往下看。 各位同学，请看，它同乘了一个 cosine 的话呢，它的目的是把它全部改成了 sin，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写成什么呢？可以改成 d sin x。而这边的话呢，可以根据我们的三角函数的恒等式，cosine 的平方改成一减掉 sin 平方，那么我把它写出来。 这边是一减掉 sin 平方分之一，d sinx 了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将这个题目全部改造成跟 sin 有关系的。好，继续往下做。问题是这是平方，平方不好算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的话呢，想想看，这是一个。 一减掉 sin 平方，a 平方减 b 平方，各位同学知道它的公式叫做 a 加 b 乘上 a 减 b。好，我们的话呢，把它再做一个修的更漂亮一点，这叫做 a 加 b。我们先写加的，再乘上一个减的。 这是第 sin x。现在的来看，这个题目看起来又稍微好一点，这是一次式，这是一次式。可是这相乘的，我们还是无法解决。我们的话就可以利用到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叫做部分分式的，就所谓的拆开来。那怎么做呢？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看下一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。这边是等于。 来，我们写出来，我们把它硬生生的给它拆开来了，一、e、加上 sin x，然后这个地方是用加号，一、e、减掉 sin x。来，我们来试一试，各位同学看看这个算式跟这个算式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加的话呢，我们假设是通分了之后，我们发现上面会对消。 而且剩下二，所以前面要补上一个二分之一。这边是，D sinx。好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做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快要可以把它积分出来了。我们再来看，这是一次式，没问题。这个地方的积分就是 n a t u r e l log。我们继续写下去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。 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积了。来，我们把它分开来，这是 n a t u r e l o g 就是直接写 ln，然后呢，一、e、加 sin x，再加上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边要小心，这边的话呢，根据连锁率的话呢，这边是要用减的。 然后，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积出来的样子。然后我们继续的话呢，把它再做一个整修。我们来继续看下去，我继续对这个算式做一个整理。那么根据对数率，这是 log 的东西，log 减掉 log 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相减，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，变成相除。 内部的相除，于是我们这边可以把它做一个缩减。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n a t u r e l o g 这边上面是一加上 sin x，底下被减的写在分母，一减掉 sin x。啊，当然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加上绝对值是更好的，因为我们要确保里面的真数是正的。 好，我们把它加上去没关系。重点是在下面的一个技巧，这个写成这个答案，各位同学觉得并不好记，所以的话呢，怎么做呢？我们的话呢，另外一个 Barrow 的话呢，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上下同乘一个一、e、加 sin x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怎么做呢？各位同学，请看。 这边是一、e、加上 sinx，底下的话呢是一、e、减掉 sinx，它上下同乘了一个一、e、加 sinx，那么上面的话呢，当然就会变成了二次方了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好处在哪里呢？各位同学看一下，一、e、减掉 sinx，一、e、加上 sinx，变成了一、e、减掉 sinx 的平方。a 减 ba 加 b 等于 a 平方减掉 b 平方。那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整理之后变成 natural log。底下的话呢，变成了一个非常干净的一减掉。 平 sin 平方一减 sin 平方，大家都知道是 cos 的平方啊，这是三角函数的恒等式。这是一加上 sin x 的完全平方。那各位同学，请看，这边是平方，这边是平方，我们可以把次方扔到前面去。于是的话呢，跟前面的二分之一做了一个抵消，于是。 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整理之后变成的很整齐、很干净的一个答案。这边是 cosine x，这边是一加上 sin x。那各位同学看出答案来了吗？没有。这边分母是 cosine，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整理，于是变成。 分开来变成 cosine x 分之一，再加上这边是 cosine 分之 sine。好，那么于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最熟悉的答案了，这就是 second x。这是什么呢？ 这是 tangent x，那么我们又用了这个 barrel 的技巧，解决了这个 second x 的积分。